哎，太好了！哇塞，这么近哎！哇哇！是吧？等一下。对。去一点，好，任何表情都不能有，淡定哦。哎，怎么有点在微笑？你在爽什么？因为那个名字跟这个人太反差了，这个好笑哈。他的暴力女神就走出来是他，对，很好笑哎。哦，嗯，我们不管了，包括他，那个我们都不行哦，注意哦，应酬笑都不行哦。这个单元很难呢，开始了，淡定。好久不见。哦，好久不见。就这样，哎呦，哎，太好了！哇塞，这么近哎！哇哇！哇塞，这个很猛哎！我也要挑战，我也要挑战。这个很难忍吧？是吧？等一下。哇塞，这个太猛了啦，好不行啦！像话吗？像话？这不行啦！哎，你脸怎么红成那样？你怎么会去对你老婆交代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王大，你跟我讲，你跟我讲，你来录个节目，然后你看，突然间被这样子，谁受？你的脸颊还有唇印的，你看一下，还有唇印。尤其耶，是尤其耶，太过分了！哇塞，要示范嘛？他有呀，我们要干嘛？你不用判定，你不用判定起来。我这一面给你，我这一面给你，你撕完掉，直接撕掉了，不能浪费，这没有。好，恭喜挑战失败，回去。哎，这一招真的是绝招了，太猛太猛。好 ，OK， 好，这太荒谬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他要淡定，对不对？淡定淡定，我们给他淡定。你了，该你了 ，OK OK OK， 稍微来，开始就不用表情了，不能有表情哦，哎，来，请坐，看到魔王一样要没有表情了，请坐。你一个什么脸？翻白眼。眼睛不能闭起来，眼睛不能闭起来。是可以对话的哦，只要淡定就可以哦。哇塞，好啊。什么好啊？他也没有。等一下，你危险了哦，要丑一喽。那个人啪到那里。对。忍不住，让我问个问题好不好？请问他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切人大笑？没有，一些人，一些人，你在那个的话再扣一命。你那个表情，你不能眼睛闭起来也会扣哦。你记得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？来，扣一下，你呕个屁呀！哦。他前面亲你，他总是要回来打啊！你就先哭啊！你一亲他的哦，还在 enjoy， 射是头上一把刀啊！哇！好，离开。好，来，其实蛮开心的吧？对，被亲很开心，被打超。才第一关你就去两条命，没事，真没用，好烂，真没用，烂透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还没有被打哦，真假的？好，注意哦，第三位。来，海产，说好笑。哎呦，哇，很稳哎，海产真的很稳的哦。Hello， 嗨，还做这样？听说你最近身体有一点虚，所以呢，我帮你准备了一些补的，给你补一补身体。我有补的吗？蚕蛹，哦，这地鳖虫啊！哦，地鳖虫。哇！
厉害！不要瞪人，不要瞪什么人。哎，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哦。眼睛张开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哇，十几个。おいしいですか？宝贝，这地边虫有爱。很臭，对不对？我还要，都给我。哇塞！哇塞！这什么奇怪的要求？你笑了，你笑了，不行。还有招吗？没有，我可能需要你的脚借我一下。哇，该不会？哇哇！我天哪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这个拉很远嘞。算了，就算赚了一千，来，放松放松啊，中间都有一些，对，其实多多少少了，对了，多多少少都有，这没办法啦，你可以有差不多30秒休息时间，对，休息是不是？不过我可以说海产真的是亏大了，亏大，他亏大，你回去看播出，回去看播出啊，你回去看播出，你超衰，衰到一个不行，我这么亏，你看完播出会知道自己演艺圈地位还是算比较小。低阶的，好，回去，好，谢谢我们的魔王，请，好，代唱吴尊，来，才眼罩的那一刻就开始不能有表情了，淡定喽，胜券在握，记得淡定这件事，好，不能笑，一起欢迎我们的魔王出场。哇塞，干嘛了？不能，要讲武德啊！没有，本来没破。两次破掉，很厉害。等一下，要干嘛？淡定。哈哈，我给你跳过去嘞。他都没感觉，他都会跳了，提棒，陈先生，我不仅脚抽筋了，好，一条命。宪哥，他失去的红是整条命呢，不是很开心的。他可能要一次15条了，他可以休息10秒。休息一下，10秒。吓到了。哥，你要记得回去看节目哦。还有，还有很多。我住。好淡定哦，他没感觉了。哇塞。还没敢录，我是一个节目，他是在拍人形蜈蚣，不去了，好痛啊！OK， 你再演，可以，过了 ，OK 了，没事哈 ，OK， 好可怜哦，你很淡定，怎么样把我们的同事弄成这样？这个忍得住吗？你最近有没有跟哪个工作人员处不好？对啊，我最近涨通告费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。你看，抓到了，涨升节点就是这里了。OK， 恭喜，只去掉一条命，离开。